朱宪豪怕森林毁灭，错了，变质林换的比较好一点，但活下去还是不活，但是也不对的。我今天早上6点钟才睡，所以你们来以前我刚起来。我是日一当夜，夜一当日的，累了就睡，不累就做事。每天在翻译10000来页1000字，一页。这就是我昨天在翻译的 Henry James， 现代作家，现代版鼻祖。啊，这是我现在的照片，这是年轻的照片，哎、啊，这是就是翻译莎士比亚的照片。这是我在洛阳外国学院讲莎士比亚，讲王尔德，就讲这个，这就是莎士比亚，是美国哈佛大学教莎士比亚的教授编的，所以就是在美国是权威的了。我拿着这本给学生讲，当时那本书还很就是，这是40年代出版的，这个才60岁了。莎士比亚，您翻了多少？也翻了一小半嘛，翻了10几本嘛，还有1/3吧，是吧？莎士比亚说他翻累了，我本来计划都是，但翻你翻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莎士比亚是也累啊，翻了暴风雨，我也觉得累，也觉得太远了。400年前的东西啊，它到底是现代看的就不大行的时候。这个翻译是不是那么很简单的问题？莎士比亚就一句话：“如果 to be or not to be， 这翻译这谁翻译呀？可能都不对。”朱宪豪翻译“森林还是毁灭”，毁灭是一团体啊，不能是一个人毁灭了。一个人来我，我毁灭了，我毁灭了我自己，没有这个说法的了。所以朱宪豪根本就翻错了，变质林翻译比较好一点。但活下去还是不活，这就好一点，但是也不对的。这句话是哈姆雷特说的。哈姆雷特说这句话呢，他的父亲被叔叔害死了，他的母亲又嫁给叔叔，还有莎士比亚承认这个叔叔，这不是森林毁灭的问题吗？这跟毁灭有什么关系的？变质林换，活下来是不活好一点，也不对呀、啊。活下来是不活，你反正活总是生活是自然的事情嘛，要不，所以我就反正是这样过下去，行不行？更结合实际了，将来能不能更结合实际，就看你们的事情了。是文学就是如此嘛，文化进步嘛，是吧？也许将来觉得连这个都不行，慢慢的莎士比亚不念就不念了。我一日1000字，1000字暂时你给我1000块钱，你我用不完了，是吧？我不要稿费了，我稿费够了，我用不完。我有钱给他，我100字，我有钱干什么？我支持不了多少，我一枝独行，都要不了什么了。还有，我现在就我一个人呢。我儿子在美国，又不用我管，那么我自己一个人要做什么，我就这个小姑娘受苦，我就是这样。一个人应该 give 多 take 少，最多相等，世界坏就坏的 take 多 give 少。对年轻人这种我都说，每个人要 give more 的 ，to give more 的 take。是吧？如果每个人都想 take more than to give， 那就这个世界就乱了。